简单舒服的无限地牢 Infinity Dungeon。故事叙述一对贫穷的战士夫妻档，以及一群同样很穷的矮人们，为了想发财，一起合作闯荡藏着金银财宝却又危机重重的无限地牢。在闯关时，身为战士的丈夫会在前方开路自动攻击敌人，而在后方的妻子则可以施展法术治疗或是攻击。只要顺利通过一层地牢，矮人们就会出来开采其中的金矿，而玩家就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强化属性，往深处的地牢迈进哦。